I'm author of 19 books from China. This is my 19 books. I designed 3,000 sweaters.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. Update every day.好了，我们现在呢来说这件衣服的织法啊，它出版在这本编织杂志里边，然后这是它的，它就是它了，看到了吗？ 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这件衣服的它的所有的编织的手法啊，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它啊。我们首先来说它的底边的部分啊，这一部分的起针，这一部分起针呢是怎么起的呢？我们是用这个规格的针呢来完成的啊。线呢是这种粗细的线，然后我们可以挑几下，然后你们看一下。 线跟针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的，这个粗细关系是这样子的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先说它的底边啊，我们在底边的这个位置呢，起针方法是起124针才，哎呀，怎么才起了124针呢？ 挂上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给它起啊，一共起124针，这样的。嗯，就是这样的起针的方法。起完针之后呢，我们就，你看，你起了针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花纹啊，这个花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起了124针之后。 然后往上呢，我们是环形的，这样啊，环形的向上织啊，这124针，我们它怎么说的拧着，但是螺纹呢？净他妈捣乱，我一百次拉呀！ 然后呢，我们这一圈呢，一共是起144针啊，这一圈，看到了吗？这一圈啊，一共是起144针。然后我们将这144针啊，往返环形，环形，环形，一直织到这位置，高度呢是15厘米，15厘米。然后呢，剩下的这针数我们依然向上织啊，你看依然往上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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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到哪儿了呢？走到了这个位置啊，也就是说从这儿。 到这个位置啊，它的高度呢，我们织平针一共要织20厘米啊，20cm。 织完20cm 之后呢，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技术难度的问题，以及分片啊这个问题，我们怎样完成的呢？看着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首先要给它平收5针，在这个位置平收呢，一共是。 5针，然后在这位置啊，点，隔一行剪一针，我们一共给它剪5次。
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就余下了所有的针呢就可以继续的再向上织了啊，一直织到什么位置呢？一直织到这儿啊，一直织到这儿，也就是这儿呢一共要织多高呢？也就是从我们这个位置开始算起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需要给它一共织11 cm 啊，织11 cm 的时候，记住了啊，从这儿到这儿11 cm， 然后呢开始在这一位置减针啊。减针的方法是中间这12针呢是平收的，然后在两侧是怎样减的针呢？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啊，在两侧呢是一共是减了6针，首先隔一行减一针的减啊，我们是首先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看看减的针一共减多少啊，啊，隔一行减3针，减一次，1、2、3，把这3针减了。3针啊，然后到这个位置呢是隔一行减2针，减2针，在这儿啊减一次，然后隔一行减1针，减一次，余下的就可以往上这样直织了啊。然后我们完成了这一部分的时候呢，后背呢当然就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了啊，它相对来讲会更为容易啊。后背的部分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翻过来看后背啊。后背的部分，当你完成了这2部分减针之后，就直着往上织就好了啊。然后在这一位置没有做更多的改变，你看它是一个平行着的，看到了吗？平行着的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将它，啊，在前后肩头啊给它缝合住啊。前后肩头的位置啊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看大家看到了吗？给它缝合，大家再近距离看一下啊。这个位置呢我们一共要取12针啊，给它缝合住啊，从这儿到这儿一共12针。缝合好之后呢就涉及到下一个环节，我们就要给它挑织领边了啊。领边的挑织一圈啊，这一圈我们一共给它挑88针，然后给它向上环形的织，这一部分的高度一共是多少厘米呢？我们向上给它织8厘米。最后收这样的机器针的边沿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们要收这样的边沿啊，在这一部分看到了吧？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一整体的部分就完成了。然后下一部分呢，就是进入到了袖的织法。袖子呢，我们依然是从这一位置起针，然后这样的往上织的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啊，然后它呢，一共是需要起多少针呢？我们看这个位置啊。我们是一圈啊环形着向上织，这位置一共起了44针啊。我们将这44针一直向上织到这位置啊，它的长度是多少呢？这个高度一共是39厘米。我们将39厘米织完了之后呢，就到这一位置了啊，这一位置一共要加到72针。这一位置啊，所有的针数花纹统一在这一行，就在这一行加针，一共加到72针。然后72针向上，你看它织了这么一大部分啊，这一部分的高度啊不加不减，一共织5厘米啊，这一部分5厘米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在两侧减针了啊，在两侧就是相当于在这一位置啊。在这一位置减针，首先平收了一个，看到了吗？在这个位置啊，平收了一个5针，然后斜着啊，隔一行减一针，减一次，一共减12次，最后一共余下38针，余下了38针，但是给它再次统一减到，从38针再次给它减到多少针呢？19针，最后呢再与正身相。缝合，看这样是缝合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件作品啊。它的最大的最精妙的地方，也就是在于哪儿呢？就是在于这个位置的减针的地方，记住了吗？就是我们最后啊，由于要达到这种泡泡袖的效果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针数呢要足够，但是还要保证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抛绣效果，所以我们要将余针所有的余针啊，给它做一个1/2的一个减针的动作。明白了吧？由38针最后减到19针，最后再与正身相缝合起来，
就能够形成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漂亮的抛绣效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课呢，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各位。